呢四個頭鬼，四隻頭鬼，係咪啊？咁有啲人話啦，哇！李大哥乜咁樣啊？內幕消息就話根本係因為換咗個校長，自然個校長根本就矯正，即係包庇佢。啊！一月換咗校長，跟住咧依家月尾咧即刻咧就搞掂呢四個。咁而點解咧？因為咧多唔少咧啊，即係因為呢扎咧根本咧話就咩啫，又咁又咁，基本就港獨嘅分子嚟嘅，一分子嚟嘅。啊！公然咧呢個唉，出曬名嘅，又英俊又謙虛嘅，唉，即係學生係嘛？根本就係拿住啲喺度，啱啱掟咗出嚟嘅，咪香港獨立啊！依樣嗰樣咁樣，呢啲咧係咩咧？只不過係沙漠中幾口小泉水，即係有四個人，根本咧整個香港就已經變成好似一個沙漠，係咪啊？啊！而且咧，你睇呢幾年嘅，一方面咧，我戥佢哋咧，擔心或者死硬嘅呢啲。在大中華以往以後啊，再過十零廿年嘅冇得停嘅呢個揸兜嘅，另一方面嚟講，你替我哋香港人擔心，因為呢啲咧唔係少數啊，接班啊，係咪啊？繼續。